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杰克。Hello， 好，这是皮肤望穿路人，跟我搭档是鱼女，叫一下敌方阵容木偶师、律师、作曲家、先知、前锋木偶师、囚徒、邮差，对，两个木偶师。好，那木偶师的话，应该就比较难打一点，毕竟我是杰克，误认也只有一发，所以他可以忍受我好几发。对，那这个突击是谁？该不会就是木偶师吧？真的嘞，怎么那么不巧？我就只能赌他。欸，他用到路易吗？好像没有。对，就只能赌他没用到路易那个瞬间，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赌到的。有时候像我们木偶师的话就很精准的话，他基本上就打不太到。应该说就是一下半滴血半滴血半滴这边耗。那好吧，我看一下这个木偶师反应怎么样。看起来目前是第一下还说不准。有可能是他大意了没有闪。那第二下的话呢，如果还是大意没有闪的话，那可以笃定他就是一个玩得还好的木偶师，那就变路易了，你看。无人哇，闪得掉好，回到了，但是一样是半下而已啦。对，没有让他解除路易状态回到，那就有点小亏，你知道吗？好，律师已经打第二下，我现在还在一下半，但是刚那下呢，有一点可以下去，可以稍微补足一下，就是挥太多刀的时间差。好，现在又有无人了，可以了，再来个干嘛？作曲家想干嘛？来哦。这下可以顺便解锁我的隐身，可以了啦，赢了！这么短的手吗？好了，可以了，总算！我竟然比鱼女更快抓到他的律师到现在没抓到而且他是律师而已我就问律师有什么技能？就偷窥而已啊，有什么技能？偷窥监管在哪里而已啊？我现在先放一招了。好，这局会不会赢呢 ？I don't know， 也许可能是被前锋牵制了，是不是？然后律师现在在回血，所以律师应该脱离监管了。我的天，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好，目前破译机破到两台，我们现在继续来找人。这边擦一下眼睛，然后再绕一绕这个破译机。这边好像有人没有？船里有人，感觉是作曲家，上去会会他。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救吧。好，绕过来这里，他看到，这巫人没打到。好，我来了，我来守了。该不会是另一个木偶师要来救？他不是，他是先知吗？对，他是先知。哎呦，可恶，他用了飞轮。好，会救掉吗？直接给鸟。临危不乱打了一下，但是用了路易挡，没关系，可以加速隐身。怎么我是似乎跑不远哦？喷了香水了，这骗得到天，喝不到。如果是巫人的话，应该可以，但巫人还没 CD 完，所以这告诉我们买回复剂的重要性，是不是？这前锋想干嘛？这前锋不要这样轻举妄动哦。一对一哦，公平对决哦，可以了。哎呦，还是回到了，气死！好，看来他是想撞200%，1000%。好，跑掉了，会怕就好，但没有跑很远，还是会继续过来撞。所以我们再来个假动作，还是没回到，爪子太短。但是有误认了，有误认就不一样了。怎么那么多人？回到先知了，气死！再挥一次，好，鱼女过来了，太棒了！虽然我没有说支援，但是呢，好，又放倒了一个先知，还不赖。那过去靠了一下前锋，那我就可以抓了，是不是？他们就不敢造次了。不错，这次鱼女协防的不错很好又戳到了一下吗？感觉前锋很皮就是不怕好，先知，律师，我一说又中了一下，不救吗？居然不救怎么会这样？治愈了，然后开我一枪，
真的想买东西，你知道吗？好、哦，搏命挣扎，木偶师，这搏命搏逃。好，等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去买了，但是破机目前剩下最后一台。哎、欸，不要走！啊，天哪，只飞掉一个邮差而已，是不是？好歹让这个木偶师先飞嘛，对不对？可以。好了，木偶师飞了吧，飞了啦，飞了，赶快飞了！我赶快守了，保持守势。哎、欸、呦，我买了撬棍，我的天！这局要赢不是不可能，但是有一点吃力。看一下这边有人好像走过去了，是谁？好，现在买个东西，我总算是要买了，可以一次可以买三个哎、欸。恢复强力加速就好了，速冻品我觉得应该也需要，地窖开了。所以可以搏一搏，好，前锋倒了，太棒了，再抓一个就平局了，再抓一个，我们只要再抓一个就行了。这边附近有人的感觉，哎，船里面吗？是在船里面吗？我擦一下眼镜就好了，我干嘛不擦眼镜？我在想什么？啊，应该擦个眼镜的啦。哎呦，好，大美擦个眼镜好了。这边没有人破译，好，那就是最后的赌注，我要下在哪里嘞？我要下在地窖口嘛，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地窖在这里吧。哦，在那里耶，还真的嘞。好，在那个位置放个误认，然后玩玩玩，你们爱玩我就来扫人。好，开了一枪。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有一次电，还有一次电，紧急时刻，赶快把他抓过来！哎呦，没电到我，我就怕他的电而已，我就怕他的电。好，前锋又倒了，捞到一个木火师还不赖。好，爱玩嘛，他皮不跳嘛，没关系啊，你们就继续玩吧，把他赶下去。好，一下跳了吧。好，他跳了，我们来赶快补买。哎、欸，前锋又被救掉了吗 ？Oh my god！ 这下子好像要再赌一次了。这次就不丢地窖了，这次我想丢在木偶师身上吧。我赌还是会有人来救啦，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有自信吧，觉得不会输，你知道吗？就是要利用他们这种觉得不会输的心态来抓人。好，木偶师，你看地窖这么近，没道理不救啊。OK， 我先丢了啊、哦，还好，比他快一点。灰，来，哦，救掉，救掉，救掉，再挥一下，哦，倒，太棒了，太棒了，再来，再来。好，第二下呢，肯定是。不能再放椅子，因为他们绝对会丢掉，然后直接就从地窖走。我速冻品买完了没有了，所以唯一的路就是把他们赶进去地窖，这是唯一的选择。好，来了，如果云女有速冻品就好了，可惜没有。好啦，这局平手，还好，还好，真的还好。哎、欸，干嘛戳我？他在戳我还是戳木偶师？好啦，下期见啦，拜。